青叶呢，你来就会先给你上一壶茶。我们今天点的是香片，然后这是耶鲁的高材生 Wyatt， 欢迎他。然后我们喝可乐，好像有一点不太搭，但是开心生活，开心就好。第一道餐上来的是新叶卤肉吧？对，新叶卤肉，一定要配白饭的呀。喝可乐，因为我们是年轻人。要吃饭啦！新叶卤肉，这个是腰花 ，Wyatt 喜欢吃的腰花。凤梨虾球，这个是百合炒芦笋，都是台菜啊，非常经典的台菜。餐厅附近有一间基督教堂，叫真光堂，是浸信会的教堂。吃完饭来喝杯咖啡，小小的店。